请问是许墨轩许先生吗？对。我是蒋大为啊。哦，听说你受伤了，特别过来看看你。您请坐。许先生真是一表人才啊，浑身散发出这种年轻人的艺术气息。过奖。你这个手伤了要紧吗？能不能完全恢复啊？应该没问题。如果我加紧锻炼的话，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影响我的画画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以后好的话，不一定能画得出比以前更好的画了。可能吧。那真是可惜啊。许先生，我也认识一些这个书画界的朋友啊。对他们来说，他们最大的愿望呢，就是能够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开上自己的巡回画展，让自己的作品呢能够成为各大艺术中心的收藏品。这我不知道许先生有没有如此的梦想。我当然有啊，但是我现在想的比较现实一些，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能够维持生计，然后尽快恢复我的手。不，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梦想。我可以先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帮你举办你个人画展，然后出版画册，我再经过媒体的炒作包装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，帮你打造成一名知名的画家，怎么样？要记得，你现在伤还没有完全好，一定要注意休息啊。知道了，师傅。你怎么变唐僧了？唠里唠叨的。等等，我要先给你戴上。哎，不行，至少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姐跟蒋大为已经分手了。总之呢，今天你不答应，我就赖在你家里不走啊！哎，你前一天还差点成为别人的新郎呢，有你这么厚脸皮的吗？在感情路上，脸皮太薄会死得很惨的。总之，今天我必须要等你一个答复，要不然我真的赖在这里，我不回去了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把这个决定权呢交给老天爷。现在呢是个大晴天，也看不出来明天是什么天气。如果明天也是晴天的话，你就再等等。如果明天下雨了，就说明老天爷也支持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就接受他，怎么样？好，那就一切交给老天爷决定。拜拜。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，虽然你不能再画了，但是我还是可以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，让你成名。这样，你以前的作品也会水涨船高，而且会越来越贵。那另外呢，我会在北京帮你开一家画廊，你可以一边经营画廊，一边来做复健。即便你的手不能完全恢复，但是你的后半辈子，你不用愁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很简单，就因为你救了我的未婚妻，所以我特别来跟你表示谢意。顺便呢，我也想让安静有一颗清静的心。是安静让你来的？那男人之间的事，他不用知道。许先生，不要用心理负担。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你不接受？对。为什么？无功不受禄。好，既然许先生有所顾忌的话，那我就实话实说好了。你现在只有接受我的安排，
安静太太能够无牵无挂的嫁给我，否则的话，她会对你有一辈子的愧疚。你让我离开安静，对吗？你是聪明人，但是我的爱情不讲条件。安静呢？难道你就心安理得让她对你愧疚一辈子？我想我能给她力所能及的幸福。徐先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除了画画，你就别无所长？对，纵使你的手好了之后，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去养活他们？那万一找不到呢？万一找不到，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重担压在安静的身上，让他出去工作，然后你心安理得躲在家里吃你的软饭？我知道这是谁听了心里都不舒服，但我说的是事实。我只是要你看清楚，你所谓的力所能及的幸福，那是多空洞，多可笑。我再告诉你，安静他如果一旦选择了你，他的未来将是一个泥潭，甚至是一个深渊。家财万贯是您指的唯一的幸福吗？那你指的幸福又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在得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抛弃他跟肚子里的孩子，然后去追寻你所谓的理想跟自由？失意的时候，你又跑回来拖着他跟孩子，然后掉进痛苦的深渊里，也在所不惜。你这不是给他幸福啊，你这是枷锁，是道德绑架。现在只要你点头，他马上就可以过上好日子。你凭什么要他放弃唾手可及的荣华富贵？凭什么在你自己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你要这个可怜的女人陪着你吃糠咽菜？你没有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，凭什么在你最失意的时候，你才厚着脸皮跟我说你爱她？你这叫爱吗？这不是爱，你这个叫做自私、残忍、可恨，你混蛋！我说错了吗？你说的对。没洗澡，刚好呢，回家不用洗，来，给你擦一下，来擦擦。你干嘛？你哪儿弄来的水车啊？怎么样，聪明吧？嗯。那总之呢，今天下雨了，你呢，就不能再耍赖了。这明明是人工降雨。是你说的，只要今天晚上能下雨，你就接受我的定情信物。你也没有说，到底是天然雨还是人工雨？你耍赖。是啊，我耍赖啊。怎么样？摇啊，摇啊。好了，你咬过我了，就要对我负责任，啊！总之呢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别想甩开我了。
带我去你房间干嘛？慢点啊，不准偷看。不看。坐下。可以睁眼了吗？可以了。 结婚的那天，我在墙上写下这些名字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展示给你看，因为这每一个名字，都是我实实在在的痛。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，就像是一个个漂亮的音符，在我心头划过。 习惯了，每天有你的名字陪我入睡了。由现在开始，这名字的本尊就会天天陪你入睡。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也失去不起。天明啊，谢谢你啊，这一路走来，不管多么的艰辛。 你始终都没有放开我，我现在才明白，爱一个人就是要永远跟他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分开。对，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 做了什么？是你最爱喝的排骨汤。你总是笑话我说我手艺啊没你好，可我现在不一样了。你尝尝，今天的手艺啊一定比你强。你以后不用再来找我了，安静。 穆轩，你说什么啊？回到贾纳维身边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他是真心想娶你的，这样对你安逸，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。穆轩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是不是蒋大伟他找你了？他跟你说了什么吗？没有。我倒是想跟你说点什么。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一个愿意给我投资的法国画廊，记得吗？ 我记得，你说过是因为我拒绝了他们。我忘了告诉你，那个画廊的老板是一个单身的法国女人。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她叫卡特琳娜。虽然我当时拒绝了她，但是她一直没有忘记我。虽然我现在也不能画画了，但是她告诉我。 我以前的作品，他依然看好。我现在变成这样，他也没有嫌弃我。他说要到中国来找我，然后带我回法国，接受最好的治疗，然后在巴黎给我开画展。所以，我想我得离开了。穆轩，你骗我是不是？ 肯定是骗我，你告诉我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没有骗你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我跟原来一样没有变，还是那么自私、冷漠。所以你走吧，我不想让卡特琳娜看见你，这样你和蒋大为，我和他，这样的结果，对你我和安逸，都好。
没想到你，你以前自私的抛弃过他们母女，难道你现在又要自私的剥夺他们母女幸福吗？你别说了，我希望安静的过得好。我答应你，我离开他们，成全你。不过我的未来由我来做主，不需要你的资助。谢谢你。 我姐这回啊，总算是想通了，这一下她跟安逸还有墨轩终于可以一家团圆了。你说，如果你姐真的嫁给那个老混蛋，我们怎么称呼她？那我们就只能一辈子做朋友喽。哎，姐，我姐肯定跟墨轩出事了，我去看看她啊。好。姐，姐。 姐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跟墨轩吵架了？少宁，姐你别难过啊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我没听错吧？安静愿意放下一切跟你过一辈子。 你说你要放弃，蒋大为说的对。如果爱他，就应该给他幸福。幸福是什么？有钱就是幸福。这事儿你先别告诉安静，我不想打扰他。等我病好了，我会出院，然后换一个城市生活。对不起，墨轩，我帮不了你这个忙。你凭什么认为安静跟着蒋大为就会比跟着你幸福？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配不上他。许墨轩，我告诉你，真正爱一个人，不是自以为是的去替对方选择，而是尊重对方的选择。我跟安宁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错误，也因为这样，差点失去了对方。所以我绝对不会让你犯下一样的错误。 蒋大为这个老混蛋，还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掌控别人的命运。到你了，发什么呆？哦，又怎么了？又跟安宁吵架了？ 是这样的，昨天安宁跟我说了关于安静的事，我刚才在想，原来金钱真的是万能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本来以为经过那件事之后，安静可能会跟许墨轩重新在一起，但我真的没想到墨轩还是经不起金钱的诱惑，就这样放弃。不是我打败了他，是现实打败了他。 如果一个男人他弯了腰，他不能怪风大呀，啊，他只能怪他自个儿的腰杆不够硬。那您明知道他们两个相爱，为什么还拆散他们？如果真的相爱，他能被拆散吗？那就表示他们爱的不够坚定，我只是个催化剂而已。那看来蒋总。 真的很爱安静。这爱他，他就是一种感觉，是吧？
当那个多巴胺上来的时候，它会让你飘飘然，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，你都会有这种感觉。他温柔优雅，进退有度，尤其这一次他跟许墨轩的事情，让我看到他有情有义的一面，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很舒服啊。我决定娶她。不是你们年轻人给谈恋爱，我老人家也给谈恋爱，是吧？来，到你。姐，这下你知道墨轩的心意了吧？你这次啊，一定要好好把握，好好珍惜啊。小宁啊，真的太谢谢你能告诉我真相了。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墨轩这么做是为了我呢？你别怪自己了，你真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不过现在的墨轩真的不是以前的墨轩了，他已经学会了责任跟担当。你们如果能够破镜重圆啊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我这就准备去接安逸，带着他一起去见墨轩。我相信他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一定会放下一切顾虑，跟着我一起勇敢地面对未来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告诉安逸真相，你们才是他的爸爸妈妈，而我跟天明呢是他的二姨二姨父，让安逸别再喊你大姨了，也别喊墨轩叔叔了，让他改口叫你们爸爸妈妈。小宁，谢谢你。跟我还客气啊。宝贝，你怎么又忘了？安妮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她是你的二姨，我才是你的妈妈。以后啊，要叫我妈妈，知道了吗？好了，那我以后叫你妈妈，叫二姨，你妈妈，你们都是我的妈妈，好不好？宝贝真乖。嗯，那等一下见到墨轩叔叔，可不能再喊他叔叔了，要叫他爸爸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可是见了我以前的爸爸，我不想叫他姨父，我想叫他明爸爸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，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。妈妈，那我们快点一起去看爸爸吧。好，走吧。记得刚才妈妈说的话了吗？放心吧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护士小姐，这床的病人呢？哦，他一大早就办出院手续走了。出院？可他的伤还没好啊。主治医生也劝过他，可他坚持要走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回到贾大为身边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是真心想娶你的，这样对你安逸，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。我想我得离开了。妈，你怎么和爸爸去了？安姐，安姐，给你看样东西。
嫁给我吧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明明知道我现在心情糟透了，可你偏偏在这个时候向我求婚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真的，我是真心想娶你。你知道吗？吴宣南手伤还没有好，就一个人离开了医院。他关掉了手机，退掉了房子。我现在我哪儿都找不着他，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别急，别急，别冲动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考虑，好吗？啊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屋里还戴墨镜，你该不是会担心被张丽媛发现吧？阿静，你何必每次一见我的面就挖苦讽刺我呢？你不觉得其实我们是同病相怜吗？同病相怜？你和我？我已经和蒋大伟分手了。哎呀，分得好啊！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这次我约你出来呢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正如你跟蒋大伟他不是你的归宿一样，张丽媛也不是我的归宿，他已经忘了当时对我的承诺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可不仅仅是让我陪他十年，他是想把我拴在他身边待一辈子呀。我怎么可能呢？我心甘情愿的我在他身上耗一辈子的时间，所以我必须尽快地离开他，而且在离开他之前，我还必须狠狠地捞上一笔。你约我来就是为了谈你对未来的打算，不过你的未来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别这么绝情，阿静，也许我们之间可以不谈过去，也可以不谈感情，这次我们只谈合作。对不起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合作的。我有办法找到许墨轩啊。阿静，冷静一下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。我的意思是啊，我们共同的想办法挣一大笔钱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帮许墨轩办一个画展，或者是开一间画廊。当然，这都随你。这样就可以振作许墨轩的精神呀。而我这头呢，也可以尽早的摆脱张丽媛，你说是不是？情况是这样的，眼下呀，永新跟盛世两家公司要竞标红旗机械厂那块地，永新这边呢，张丽媛已经把竞标的方案和意向全权的交给我了，盛世那边我就不知道蒋大伟是怎么安排的。关键是如果我要能得到盛世那边的竞标方案，尤其是竞标底价，那我们就可以从中渔利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从蒋大伟那里得到竞标方案？没错。蒋大伟有个习惯，他是随身带着手机办公。现在呢，他不是有千方百计的哄你开心吗？所以，你应该很容易找到机会。机会倒是有，不过他的手机加了密。这都不是问题。
安乐不是研究黑客技术的高手吗？不过安乐还在看守所里啊。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啊。安乐的案子呢，很快就要结案了。我问过我的律师，乐乐的犯罪行为都发生在未成年之前，而且他又有自首和检举揭发的立功表现，所以检察机关很有可能免于起诉。看来你真的是有备而来呀，消息可真灵通。昨天晚上我妈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，再过几天乐乐就可以出来了。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吧。握个手嘛。去开董事会了，他说啊，今天让咱们姐妹好好聚聚，他就不打扰了。安宁啊，以前你让阿姨劝乐乐自首，阿姨还把你骂得狗血喷头的，现在一想，挺惭愧的。阿姨给你道歉啊，你原谅我，特别是原谅我说那些难听的话。白阿姨，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啊。就是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开心心的接乐乐回家。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进去的地方，为了这个，我以后再也不犯迷糊。哎，站好啊！咱们还跟小时候一样，我喊一二三，你们就喊茄子啊！好，一二三，茄子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三姐妹还是第一次照相呢。嗯嗯。你看你笑的多傻！哎呦，我太丑了。妈妈，我给你们也照一张。哎，妈，来照一张吧。照，跟你爸都离婚那么多年了，这照相是怎么回事？对，你妈说的对，这是你们三姐妹的树，我跟你妈照的怎么回事儿啊？这。那这样吧。就算你们离婚了，可你们还是我爸妈，我们一家三口照一张总可以吧？哎，爸，乐乐说的有道理，你就跟白阿姨照一张嘛。照不照？真的不照。是啊，你就跟妈照一张嘛。哎，妈照一张嘛。来，乐乐，快走。什么玩意儿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就是啊，快来，看这样啊，站近一点。林叔叔手艺一定很棒。哎呦，鱼来了！哎呦，还有鱼呢！小气，快来！哎呀，哎呀！来，咱们为乐乐的心声干一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！这么多年了，我们还是第一次吃团圆饭呢。快吃菜，吃菜！快尝尝这手艺怎么样？来，林叔叔，
您吃菜。你看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乐乐还是第一次叫我林叔叔啊！我这心里边，我这吃菜吃菜吃菜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林叔叔，我敬你一杯。好，来，哎呀，妈，哎呀，乐乐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总不可能继续混日子吧？接下来我准备把心思放在创业上。哎，这好这好，那个我觉着啊，没事也多看看电视，然后看看上面那个招聘启事，找份安稳的工作啊。我不想找一个普通的工作，当一个普通工薪阶层，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数码工作室，开发手机网络游戏。哎，这个想法好啊！手机网络游戏的前景特别的可观。不过你想自主开发，这个启动资金哪来啊？乐乐，你看我跟你妈呀都是老脑筋，这跟不上时代，这几年做生意呢也是只赔不赚，除了留下一点这个养老的钱，实在是没钱给你投资做这个工作室了。我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哎呦，我又没有想让你们出，大姐答应过我的，说要给我开一个工作室。哎，乐乐，不是大姐不想帮你，可是我已经和蒋大伟分手了，我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。哎，乐乐，我看好你在电脑方面的天分，也相信你一定会做出一番成绩的。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室呢，一开始也不用投太多，要不这样，我那儿啊还有我妈当年留给我的筛选款，一共15万，我做你股东怎么样？我把这笔钱投给你做启动资金。15万，足够了。二姐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我不仅要做你的股东啊，我还要做你的顾问，还有策划，这样有人跟人帮你，还能稳妥一点。大姐、二姐，不如咱们三个一起干吧。你们快帮我想想，这个工作室叫什么名字？嗯，不如就叫乐乐数码工作室吧。就不好听，太幼稚了，换一个。还嫌幼稚？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既然你已经告别了过去的生活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不如就叫做新生数码工作室怎么样？新生数码工作室，这个好，我喜欢这个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咱们为这个新生数码工作室啊，再干一杯。来，干杯。哎，您叔叔买单，大哥大哥，来，你给买单。好，少喝点水。来，干杯。来，新生的新生数码工作室啊。慢点，小心点啊！注意安全，小心点啊！好，恭喜阿乐乐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你的努力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辜负大家的，更不会辜负你这个大股东，你就等着分钱吧。啊，对了，室里不能放鞭炮，我们就用彩气球代替吧。好啊，好，去拿。好。来，踩气球出去跟他们玩吧。
重散。